Merry Christmas！ 看到雪了吗？看来你对我很关注嘛。这样啊。我正在后场准备呢，最后一场戏特别特别难，所以想打电话让你鼓励鼓励我。突然感觉很有动力了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圣诞节有什么打算啊？好吃的搭配好电影，你也太会享受了吧。不过如果是我呢，我想去参加狂欢派对，然后去中心广场看巨型圣诞树，还要吃一个甜甜的烤红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决定什么了？当圣诞老人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我吧。你猜我现在在哪里？今天对我来说很特别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的第一个圣诞节，我不想错过。其实我刚才跟你说谎了，我今天跟导演请了一天的假。就让我做一天不敬业的艺人吧。应该说今天我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周奇洛。快回头，我就在你身后。